早上我们的展场就已经布置完了。哇，打上灯真的是有模有样。这是我们的小人。请问这个店是我们是用租的吗？对。那请问我们会放什么？我们会放一些那个商品阿月做的影片。Oh my god， 好大台！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介绍，然后做的很像一个我们每次直播抖内的留言区的画面，就是呼应我们是电竞直播组嘛。我设计的哦。主要是。是亮了吗？慢慢把我们的商品都摆上来，有一点样子了，好可爱哟、哦。请问你紧张吗？紧张吗？还好啦。真的吗？反正我觉得已经放这里面不用瞎紧张。漂亮吗？漂亮，超漂亮的。这里你最漂亮。对，怎么可以跟你比？没关系，我已经是人妻了，我不需要漂亮。OK， 人妻也是漂漂亮亮的啊。他爸爸一个人很努力的在布展。把我的孩子慢慢放上去，真的看到这些设计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。对，放上去就好感动哦。对，努力没有白费。我刚刚第一次来这个展的时候，一到每个摸孩子，这东西上上去那个质感完全就不一样，更好啊，上上去感觉更完整。对啊，刚刚新卡爸爸不让我们帮忙，他要一个一个看他的孩子。亲手把它展出来，因为我现在其实一边摆，我在一边想，我懂，所以想说就是让那个你们先处理。对，我们已经差不多了。是哦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你第一天的心得？好累哦，我第二天不会来的，大拜拜。我也是，我明天是不会来的，明天直接需要整形。明天不来吗？要来了，我叫你来。那明天谁要来？明天我也不来喽。只有我来就对了。明天我来，你们都不要来没关系。我一个人来。明天我来学 POS 机，还是要来？可恶！你要去 POS 机啊？来结账啊？没有，我要吃什么？第一天的心得。第一天的心得，那个中餐还不错吃了。鱼店长，分量希望再多一点。我是啾啾妹，我第一天的心得是好累哦，我脚好酸哦，腰好酸哦，都没有人拍我，我只好自己拍自己，而且现在胶还堆在阿成身上，不对在我身上。这什么烂相机？为什么不对我？我曾经。他就知道谁是焦点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帮我拿一下蓝色的。谁是在 spotlight 下面？为什么焦是你呀、啊？凭什么、啊？你看我的额头发光。你是阿傻什么？你要怎么焦？我是阿傻，我是 Twin。光都在我身上，你看。光都在我身上，你没有了 ，sorry。没有啊。你现在就是个越南来的妈妈。
装不能。玩什么鬼啦？